欢迎继续收看《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》。最近日本核战食品要开放来台，引起着民众的不安。当然，市长谢秀佳唔那伫公听会激烈反对，现在嘛要伫市内举办当日真好好食的活动，精选在地优质店家，不用行动来支持优良的业者甲安全产品。为了公所公开透明的精选品质挂保证，嘛国民众来个当日会当安心消费。现在市公所精选已经开始展开，市长谢秀佳嘛热情邀请当日市的店家赶紧来报名精选。斗六村好。想要民众来婚礼到了消费，会当找安心，食安心。到了市公所将要推出一本介绍在地优质产品甲店家，提供消费者做参考。最近公所已经开始公开精选。什么都不重要，健康最重要。那尤其面对核战食品要进口，我觉得自己的健康哈，那那个得救。那我们要支持我们台湾在地的良品，就从斗六开始。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个盘点，我们希望把那些到了食衣住行哈，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些良品、这些达人、这些产品的地图，我们都把它集结出来。所以呢，启公社就是要当一条线，那我们把消费者跟生产者哈，最后那半里路哈，透过我们这一条线这个平台，我们来发现，我们来分享。不爱不安全的食品，吃里巴巴都来。这个到了这本号召要精选优质店家产品，启公社表示精选业者交真正好，无立选数量的限制。我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哈，只要是我们有一些相关的规定，请大家哈来。就是说来参加来报名，那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公正的第三者团体，我们一起来审核。在活动里，算的店家在二月中旬公布促销期间，消费者拢能透过手机啊网络平台，也是实体号召来享受幸福好康活动，促进地方产业。公所将会支持在地，行销在地，也肯陪着业者农民来投入。那在地的印象呢，给在地的农产还有农产加工品一个机会哈，可以多多的行销在地的农产品哦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。基本上我们台湾本身的食品业来讲，机制跟各的安全法都蛮健全的，所以多多建议消费者多多买我们台湾自己制造的食品。到了这本号召，要一店家精选报名，一直到十一月三十号。市公所也计划配合每年订会行销，欢迎期待各优质店家拥有参与。记者李克山差不多。